我是小叮当，今天来玩这个魔杖泥，这么大一盒还带一个魔杖，它的价格是30多，你们来帮我看看值不值吧。包装的特别紧，轻声的加泡响，你们满意不？起泡的过程发现了它更多的优点，不管拉伸多长都不会断，起泡量也是迅速变大，这个泥真的买值了。好了，每日一问，我又买了闺蜜下午茶和深夜食堂，你们想看哪个呀？点赞关注，每天送你好玩的，下期见，拜拜。